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您是不是知道运动很好，但是就是动不起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运动。我们基隆市政府近年来推展了全民多元的运动风气，今年更有所突破。听说啊，每一周都有三场以上的运动活动。今天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体健科科长吴国伟。主持人好，大家好。科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体育会秘书徐君泽。主持人好，大家好。徐爸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崇佑盈益科技大学我们的主任江玉泉。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江主任好。第四位呢，是我们基隆市身心障碍推广协会理事长魏天之。主持人好，大家伙伴好。理事长好。你知道吗？要活就要动，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有一位很厉害的高手，80岁了，居然会一字马，快来看看。说劈腿就劈腿，一字马，对中山区建民里的戴叔叔来说小菜一碟。不过您知道吗？他今年已经80岁，能够筋骨如此嫩 Q， 都是多年来练瑜伽打下的基础。而且平常更可以利用建民里开放的活动中心，让他们这群长者活动运动，才能维持如此嫩 Q 的筋骨。平常我们这社区蛮好练运动的，我厝里个运动。他们真的很厉害。目前基隆市老人总数占基隆总人口数19.23%，也就是每6个人就有一位65岁以上长者。预估最快2023年基隆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每5个人就有一位长者。因此，鼓励长者在地学习健康老化是刻不容缓的议题。你知道吗？看到这位长辈，我就觉得哇，好佩服，他真的好厉害。因为我到现在劈腿都还是劈不下去，有时候就要双手碰到地板都很困难。那我们知道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他们在推广体育不遗余力，都办了很多活动，而且还走入民间。那像这一次呢，我们今年2023年，今年112年的运动爱台湾，我们就要请教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内容到底有包含哪些？好的，没有错哈。今年呢，我们市政府为了打造全民多元的城市运动哈，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精彩的运动活动，不管是路面上、健走、登山、单车、球类各种活动，或是基隆市特色的水域活动，包含龙舟啊、独木舟、站立式船桨等体验，在基隆通通都能够体验到。并且我们也根据各种这个年龄层，我们有设计专门的周间运动课程，不只是一般民众的运动课程，还有像是特别为了身心障碍者、女性或是银发族群设计的运动课程，这些都是能够让每一位市民朋友能够热爱运动，并且呢，透过运动呢，我们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进而改善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那运动前呢，要先了解自己的体能状况，这也是很重要的。除了传统的体适能检测以外呢，我们也请了崇佑大学呢来帮我们做科技体适能检测，等着市民朋友来了解自身身体组成的分析后呢，可以更有效的针对不足的地方呢来去做加强，达到有效的运动。我们基隆虽然永山面海令人羡慕，但是基隆异雨的天气呢，也使得市民朋友想运动也很难出门。所以关心市民朋友异雨不方便出门呢，我们也提供了线上运动直播的课程，方便大家在家也能运动。直播课程也存档在我们基隆市运动爱台湾计划的粉丝网页里面，利于随时想要回播运动都可以观看。市民朋友千万要多多利用。而根据110年1838份的问卷调查设计呢，我们最夯的5项活动就是第一个社区健走活动，还有呢小百岳登山健行、水域活动、中间运动课程以及球类的联谊赛，都是民众相当踊跃参与的。我们也保留这几项民众喜爱的活动，在今年呢，我们持续来办理，像增加了像是亲子的运动会，还有大地瑜伽音乐派对、地下越野的活动，期盼呢我们创造健康的新活动。等一下呢，我们后面的几位好朋友呢都会逐一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是，哎，真的很厉害。刚刚听起来，所有的活动都包含在今年里面，而且听说每一周都有三场以上的活动。那刚才有说到，就是你在运动之前呢，要进行体能状况的了解，那你就可以加强你自己不足的部分。对此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就是引上科技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也要跟上世界潮流。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那时候在推广全民运动，我们的学校方面也跟民间单位一起来合作，一块来看看小小世足赛。Messi 长大想要上场踢足球，从小开始玩足球，肢体协调、平衡感训练、接球。等小小孩暖身完毕，接着就要熟悉场上规则。这个足球运动呢，我们发现可以提升小朋友的专注力，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呢，他需要全神贯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重头戏来了，要怎么样把足球操控自如、射门成功呢？跟着教练练习脚尖踢球、脚内侧踢球、鞋带侧边这里、脚背。就是要好玩，激发小小孩的学习动机。很开心今天来到暖溪国小，好举办跟暖溪费力幼儿园的足球亲子活动。今天开心吗？开心。今天来这里学到什么？踢足球。有很开心吗？有，开心。培养小小孩的专注力、团结力，透过足球趣味运动，也拉近了亲子关系。好玩，下次还要再来踢足球耶！真的超可爱，下次还要踢足球，就是这样子推广这样的运动教育哦，让小小孩从小就开始喜欢运动。那当然到大的时候呢，我们基隆市体育会也推广了非常多活动。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基隆市体育会积极办理各区的健走活动，还结合了新住民，每年都有哦，快来看看。二一零，出发！枪声响起，数以千计的民众从碧沙渔港出发，走向目的地草径公园。这是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举办的全国新住民健走嘉年华活动。在疫情趋缓下，主办单位希望借此鼓励民众走出户外，享受阳光，开心迎接疫后新生活。114年啊，全国新住民健走的嘉年华会，啊，今天在这么好的天气来办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市政府还有议会，尤其是体育署大力的支持我们，海科馆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我们今天呢、啊，从碧沙渔港出发健走的时候，有将近刚才纪念品跟摸彩券花了3600多张，可见大家非常的踊跃。尤其像疫情过后以后，大家多出来运动，太阳这么大，多运动身体会健康。参加民众走过平浪桥，抵达嘉年华活动会场草径公园。现场聚集了30摊来自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美食小吃，吸引了大批的排队人龙。大力支持这项活动的教育部体育署方面期盼，借此让各个族群都能多运动，身体更健康。新住民啊，现在已经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第三大族群了哈，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各个族群的运动的权益。那在还好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总会这边的协助下哈，然后也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让民众能够更了解哈这个这些其他国家的这些文化啦，然后体验他们的这个这个美食啊。那另外呢，也可以借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很多的新住民能够一起来运动，好，来享受这个运动的乐趣，跟感受到这个运动的这个益处哈。真的，运动好处很多。其实健走这一件事，就是大家最容易达成的目标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体育会，体育会真的很厉害啊！它每年每一个区域都会办一次健走活动，最后还有一个全国的大健走。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徐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体育会有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好的，谢谢。那么首先我们要先谢谢啊，市政府在今年规划了这么多的活动。那么很多人大概不知道哈，我们基隆市办理运动爱台湾哈，之前连续5年获得教育部体育署评鉴为全国绩优的特优的县市哈，连续5年。那么今年哈，我们在整个规划里面一共有53个活动。那么因为体育会呢，它的所有办理的活动的内容它比较多元哈，所以说它里面囊括了43项。
那么这个里面包括就是说我们各区的社区全面建走以及嘉年华哈。那么另外这个除了建走之外，那么我们为了鼓励我们这个弱势团体的朋友也能够一起能够来参加，所以说我们在安乐区、中山区跟暖暖区、七堵区也增加了身心障碍的建走这个部分。好，另外我们今年的活动里面还有包括武艺的观摩哈，这个里面包括有太极拳、柔力球跟活力健康舞。那么对于球类的部分呢，我们有四项的这个社区的球类联谊赛，包括桌球、网球跟慢速垒球、槌球的部分。那这个球类的社区联谊赛，它是以这个各单项委员会为主体来报名哈。那么另外最主要的就是有五个登山的这个活动，还有三个单车这个逍遥游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部分呢、啊，除了这个社区全民健走这个部分，它是不需要报名的，就民众可以自由参加。但是呢，五个登山活动跟三个单车逍遥游这个部分呢，因为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必须要请我们爱好这两项活动的好朋友们，你们这个项目呢，对，必须不是自己带单车，单车是我们来提供的。哦，因为它需要做一个就是活动之前的一个单车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讲习。那么另外这个为什么要报名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那么要怎么报名呢？就是请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个民众呢，可以 Google 哈，上我们这个爱台湾的粉丝专页哈这个平台啊，在网上报名啊，这样就可以了啊。只有这两项需要报名。那么另外我们这个今年呢，还有包括我们有原住民族的这个以及身心障碍的运动会哈。那么今年因为体育会办的活动哈，大概是每个礼拜都有一场，平均啊，这个不包括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哈，我们全国的新住民的嘉年华，跟最重要的是全国万人健走这个部分。那么今年全国万人健走的部分是我们是办在南投县啊，在南投县办理。那么我们也希望哈，建议民众哈，他能够养成我们规律运动的一个习惯哈。那个是怎么办呢？就是每周哈，一个礼拜最好要三次，那么每次呢30分钟。那么用什么方式呢？连用慢跑也可以，自行车、骑自行车也可以。那么跳舞，这个跳舞呢，就你国标舞啊也可以啊，土风舞也可以啊，对不对哈？还有伸展操，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项目。对，你说到跳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基隆市体育会真的很厉害，就是因为理事长他也是全国体育会的理事长，所以呢他就会集结了非常多的武林高手，就是带大家来跳舞。我们一块来看看哦，全国武艺展演大会，他们呢每年会不同的县市嘛，就会把基隆的好朋友们一起带到那个县市去参加，在去年就在花莲，我们快看看。来自基隆的武艺爱好者分别展现了柔力球、土风舞、太极拳、国标舞、活力健康舞之美。我们114年全国武艺展在花莲，有4800多位来参加，包括台中以北12个县市，而且我们很多的活动，包括有土风舞、拳击舞、太极拳、活力健康舞、柔力球，而且来自基隆就有1800多位的，在李博远林进来各单项组委带来，是所有参加人数最多的，代表说我们基隆啊，会长是基隆的团队特别支持，而且也非常谢谢我们花莲县的旗津会县长大力支持我们来办理这个活动。推广运动不遗余力，像这样讲究力度拿捏、方位掌握的柔力球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一同练习。柔力球它是一个会吊球的运动，所以它必须要集中你所有的精神来控制这个球，所以它是蛮有挑战性的，而且它是都是以化圆的原理，它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所以在我们基隆发展，我们基隆目前会员就有1000多位的好朋友，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柔力球推展到全国各地。基隆市商业会也前来共襄盛举，一起推广运动，让身体越来越健康。体育对身体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做生意的，我是商业会的理事长，我今天带了2部游览车的我们体育会的所有的干部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由台湾体育总会主办花莲县体育会承办的111年全国武艺展演大会，7月30号在花莲县立体育馆盛大举行。近5000位舞蹈爱好者齐聚切磋，展现自信、美丽与热情。地主花莲县政府也特别准备了大羽冠舞马，讲述阿美族男人为了取得佩戴羽冠的资格，应有狩猎并抵御敌人的过程，其中穿插女性柔媚姿态，以展现对武士的鼓舞。非常高兴哈，我们全国性的活动来到花莲，也可以让全国的朋友来看到花莲的山水之美之外，也可以在这里尽情展现自己的舞蹈魅力。那我们也邀请了花莲在地的团体一起来展演。那这次要特别谢谢汪慧理事长、郑锦州前理事长大力的推动。那我们期盼花莲未来有更多的体育活动能够来这边做相关的赛事，我们也诚挚的欢迎大家。非常感谢台湾体育总会这次能够移师到花莲县来办理，然后本次花莲县总共出了19个团体，近1000人来参加表演，啊，希望武艺哈能够继续传承，希望哦这个武力全开在花莲哦，能带动哦全台湾省哦大家来哦来武力运动哦啊，带给大家快乐哦和健康。以不同的舞马共同展现热情与活力。郑理事长也指出，9月3号将在外木山举行全国健走大会师，欢迎市民朋友前来参与。全国健走，健康动大脚。真的哎，每一次的全国健走真的都准备很丰富的奖品。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些舞蹈其实很厉害，就是他们可以集结各式各样不同的舞蹈，人真的是很多，团体很庞大。我们要请教徐爸。因为这个全国武艺展演哈，这个项目是集结各县市哈，那么平常在社区里面咱们练习的一些成果的一个集中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年是在花莲，那么花莲的地方的特色的舞蹈就是原住民的舞蹈。那么各位刚看到的原住民舞蹈，它是在全国是在原住民舞蹈比赛里面是得到冠军的一个团体啊。这个每年我们参加这个全国武艺展演的这些爱好跳舞的一些好朋友都非常的踊跃参加了，但是因为场地的因素呢哈，容纳也不下那么多人。那么之前我们有在海洋大学娱乐馆办过哈，它是分两个场地，一个是场外一个馆外，一个是馆内，那边就可以容纳的人数比较多，所以这一点要利用这个机会啊，谢谢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个爱好跳舞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是，而且我觉得基隆喜欢跳舞的民众也不少，就是团体都很大，尤其是土风舞团体，我觉得哇，每次阵仗一出来我都会吓了一大跳。那另外呢，除了这之外，体育会他们平时也常常进行了各县市的交流，一块来看看哦，就是每年不一样的交流活动。在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的带领下，上百位体育志工走访宜兰，进行研习及场地设施观摩。基隆市体育会，我们郑锦州理事长今天很高兴啊，他能够带队来到我们宜兰县参访。我们宜兰县在这几年我们推广全民运动，我们在县政府，我们林芝庙县长他非常对体育活动非常热络非常的热心提供很多的资金来挹注，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场地都是新建的，争取中央跟地方配合我们很高兴基隆市体育会能够来参访。那么我们有机会也希望到基隆市去参访。东青龙、南朱雀、北玄武、西白虎都融入在里面。不管是占地10甲的宜兰体育场，还是占地60甲的罗东运动公园，硬体设备的汰旧换新，承接了许多大型赛事，也打造了市民更多友善的运动环境。宜兰在这几年，他们的体育也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有一个得天图，还有一个东山河，包括蜻蜓，还有我们的划船。这宜兰县是他们得分之要，他们的每次都拿了将近10几面的金牌，而且他们的体育设施很好，也办过台湾青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原住民运动会、重点学校运动会、身心障碍运动会，都很大比赛都办过了。因为他们的得天独厚有那么的地，所以希望说我们来
来这地方我们来取经，希望回去能增加我们一些，也希望市政府啊能赶快把体育场那个场地弄好。那体育场地是我们唯一金融的大型比赛的地方，在这里希望说带体育这些各单项各区体育在看，能起心回去我们增加我们很多的健广跟我们的体育知识。透过参访交流吸取经验，优化全民的运动空间，鼓励大众透过运动找到健康与活力。基隆站不站真的，就是要互相交流，就是吸取大家的不同经验。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吴科长，其实基隆市政府真的很厉害，集结了很多单位来推广这个运动，不遗余力。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体育会，体育会可以说是我们最好的伙伴了。在我们这个全市呢，推动了那么多的体育活动，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更健康、更快乐。真的要谢谢体育会，谢谢。对，谢谢体育会。其实我们还要谢谢一个跟上时代潮流，我们的元宇宙场馆即将要展开，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江博江主任。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那首先诚如那个体育会那个徐秘书所说的，首先真的是要先感谢基隆市政府跟教育处体健科这边的协助。那我们过去其实是从这个网络直播运动开始，我们在4年前提出这样的构想，那也很感谢当时体健科的支持，因为当时没有人做这个线上运动，其实也是一个蛮冒险的一个活动。那也很感谢，那就诚如体育会所讲的，我们过去4年来5年来那个我们运动爱台湾基隆市政府的表现都还蛮优秀的，也优异。那在今年，其实在我们跟新的市府团队还有跟体健科这边讨论之后，我们把我们过去的线上的体育课程分为改变为6项的一个主轴，所以我们就演变的把它升级为6项的一个主轴。那当然原本我们所提的这个推广女性运动的部分，我们又把它细分了，过去可能只有线上的课程以及我们所谓的流行舞蹈，我们今年的运动课程，当然第一梯我们已经开课了，在这个月的3月初我们已经开了第一梯次的课程，那我们也在增加融入了，我们第二梯在下个月4月份会有高尔夫球课，女性的高尔夫球课，那在5月份的时候呢，又会有我们的一个全人燃脂的一个运动课，这个也都是深入社区开办的课程。而且我们每一次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每周维持3个小时以上，连续8周，那由教育处这边体健课的安排，还会由海大来做我们这个运动课程的课程前跟课程后的一个体适能的检测，来让民众了解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自己自身本身的一个体适能的一个状态。你说跳完瘦几公斤之类的。对，包含你的心肺那个能力啊，还有坐姿体前弯、柔软度等等，都在我们的一个体适能的一个检测。这是我们今年再去做突破。那另外，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由过去这个推广女性运动，从1项分为6项主轴，那也是今年跟处里面的一个创举。包含我们第二个，我们今年也多容纳出了多了一个推广运动课程，跟以往不一样。其实在过去运动爱台湾 1.0 执行了5年，那包含今年是运动爱台湾 2.0 的第二年，那在跟新的市府团队以及体健科这边讨论的，我们是希望我们再深入社区，去把一些常常宅在家里面或者是妇女，那一般平常都只是超凡孩子、超凡老公的3餐，关于打理，那都没有出来运动的这些市民们，我们再把他们挖掘出来，再把他们挖出来，来从事运动的部分，来开始会注重自己的运动，还有运动休闲等等。那第三个部分呢，也是从我们今年也开始继续推广的，就是我们这个社区的羽球联赛。那我们社区羽球联赛，我们目前来讲，我们除了以往的社会组、国中组、国小组以外，我们还增加了趣味组。我们让小朋友有这个亲子可以一起来参赛，那包含我们去年是首办运动爱台湾 2.0 的社区羽球赛首办呢，我们远道从马祖跑到基隆市来报名的亲子队伍，那也在这个亲子的团队里面，我们还有蛮多人来报名参加的。到今年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基隆市政府对在询问今年的活动是什么时候。那我们预计，那为了我们考虑到因为有外县市要来，所以我们今年可能会把它办在暑假的期间，预计这个社区的羽球联谊赛会在暑假的期间。那再来一部分就是
去年我们也办了这个国民体育日的圆游会，第一次在国门广场来办理这个活动。那当天我们是以零号召的一个宗旨来办理这个国民体育日，体育的一个推广。我们在一开始的1.5小时内，我们就把2500份的现场的闯关单跟奖品就发放完，哇，发送完成了。对，那这个也有当天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影片。是，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去年的全国体育日。就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全国体育日，哎，那个活动现场，国民体育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江博，今年会预计在哪呢？我们原则上今年我们还是先暂定会在9月份在国门广场一样同样的一个地点的办理。那我也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去年的活动可以成功，其实要感谢所有我们整个运动爱台湾所有执行的团队。其实虽然从容一科大是。我们是负责来主办，那其实我们来做统筹跟规划而已。其实也透过体育会啦，包含卫理事长这边，还有各个所有的子项目活动的单位都有来协助。那我们在去年其实还有融入一个比较新的，刚刚大家也在影片里面都有看到，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我们融入了幼儿体适能的部分，所以在去年也有幼儿体适能的部分、小朋友的部分，所以来参与的人就非常的多。那因为现在大家都常讲了，因为一个小朋友想要参与一个活动或者到一个游乐区，一个小朋友其实可以带到4个大人或带到6个大人，甚至带到6个大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我想去年的活动可以成功，其实就是感谢教育处以外，也要感谢所有运动爱台湾2.0第一年首年所有的协办的这些单位来协助我们。那其实大家有一直问我，其实大家还蛮紧张，我们刚在影片里面特别有人在现场卖气球啊，卖饮料啊，那
主办那个所谓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来问我说，哎，这些人是你安排的吗？不能有隐匿的行为。那我们只是想说，其实不是我们安排的，只是当天人潮真的太多了。那这些摊贩都来了，对，摊贩自己就围过来了，也不是我们安排。那这些摊贩其实也蛮累，尤其是卖气球的。我们活动开始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出现了，就带着气球就来到了，就来到了现场。那这个是地方经济了。对，那这是国民体育的部分。那我们也希望今年，在下一步我们也会再跟这个体健课这边再来做讨论，看看今年可不可以再有创新，或者我们摊位再来做增加。那其实也还要再请教体育会的部分，因为体育会过去办国民体育院是相当有经验的，那还是要跟体育会这边还有郑理事长还有徐秘书这边来请教相关的活动的一个办理的一个细节。那接下来还有两个主轴的部分，也都是算今年新创的首创的。那接下来这两个活动其实也要蛮感谢新的执政新的市府团队还有教育处，因为接下来的活动除了体育署补助以外，那市府也额外补助了两倍的经费，自筹两倍的经费来协助以下的这两个活动。第一个当然是基隆首创的这个绿色音乐大地瑜伽派对。那我们这个瑜伽派对，绿色音乐瑜伽派对呢，我们是首创，我们希望结合 SDGs 联合国的永续指标，那我们希望结合2到3项的指标来办这个大地那个音乐瑜伽的一个课程。那目前我们先暂定，希望我们的地点会是在这个朝境公园的大草地上。那当然可能活动我们会从下午的1点开始，但是因为1点开始我们在户外，我们来做这个瑜伽课可能太热了，所以我们会先结合学校的资源，我们会联络一些发片的歌手、知名的歌手还有运动明星，先来现场与大家同乐。那现场也有闯关的游戏，还有一些相关的体验的一个活动。那将近傍晚大概4点到4点半，太阳下山了，可是天还是亮着，那我们就借由朝境公园的海风还有它的景色，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地的瑜伽的一个体验。我们邀请专业的瑜伽老师来带动大家来做这个瑜伽的运动，也看看可不可以再创造一个新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亮点。这也是今年首创在运动爱台湾 2.0 第二年基隆市政府这边新办的。那最后就是元宇宙的部分，我们也是今年，其实我们在提这个计划的时候也想了蛮久的，那我们也去做突破性的去简报，我们希望跟上最新的潮流，跟元宇宙的这个话题做结合。那当初会有这个构想的原因，是因为来自于其实基隆是一个多雨的一个城市，那常常在下雨，那再加上其实在下雨天，还有我们基隆市的室内的场馆比较没有这么的一个充足的状况之下，那变成社区或者是我们的小朋友遇到雨天就无法运动，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元宇宙的概念，结合 AR 跟 VR 的一个设备呢，我们来创造一个羽球的一个教练系统，来陪着小朋友或者陪着我们的市民或者社区的民众来学习羽球这项运动。那当初我们会在提说学习羽球的这个运动，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提倡运动的同时，其实如果你的运动你的姿势是错误的，反而会造成运动伤害。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羽球这个虚拟的教练的训练系统呢，教你如何握拍挥拍，以及甚至到第二阶段我们还有可以跟我们系统里面去做对打的动作。那包含了因为还有年龄层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有第三阶就是羽球娱乐的部分，娱乐指准。那我们都会，我们目前1月到6月份呢是属于软体跟软体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开发的阶段，那我们预计在7月份开始就会进入到7个行政区，我们会去找社区，以这个你有社区的一个领民中心的区域或者是社区为主，那我们每选定的每一个区域呢，我们都会为期4次的课程为一个周期，然后来带领大家，然后带大家进入，那跟我们的推广运动课程做结合，所以就再把这些不愿意运动的或者喜欢玩桌游的、手游的那种手机游戏的，那或者也都聚在家里面玩手游的出来动一动，那把这个人潮再把它带出来，培养正确的运动观念、正确的运动知识，还有培养运动的习惯。那这个也是今年比较首创的。那另外我们刚刚也提到，因为今年市府的加码，所以我们在原本申请的羽球的陪练系统以外，我们还会增设了那个射箭的部分，射箭的瞄准跟射箭的这个
一个运动的一个训练课程等等。是，哎，听起来真的好好玩哦，涵刮了各领域、各元素、各不同的年龄层，而且还有不同的族群，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出来把身体动一动。那我们知道市长谢国梁上任以来呢，都积极打造有爱城市，所以呢非常关怀我们的身障朋友以及弱势族群。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卫理事长哦，今年度的活动有哪些呢？好，谢谢主播。市长这个谢国梁上任以来啊，积极打造啊基隆最有爱的城市啊，关怀身障朋友及啊弱势族群不遗余力啊。谢市长啊，小爱爸爸长期深耕的啊，走访的啊身障各弱势团体与大家互相交流啊，请肯听基层声音啊，关怀身障朋身障团体，以上任后积极的协助身障团体的解除障碍，例如提供身心障碍有舒适的办公室，就有了基隆市中正区公所内部整修做规划的交流场地座谈还有教室会议室及室内的运动，以及身心障碍早疗室室内运动场交通部分方便体系到基隆市老弱妇幼等经过斑马线之人车安全，前面足行汽车机车礼让行人之交通安全设施今年我们活动有三项，第一项是身心障碍保龄球共融联谊比赛日期3月11日下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目前已经报名完成比赛内容有身障亲族组新住亲族伦理亲族身障混合组社会混合组，比赛比较特色的是身障混合组这组是基隆市历年来活动中是以不一样的障别组合来办理内容是有主体盲人聋哑组成一队其目的在活动在其目的在就是要鼓励身障朋友走出来多运动。刚才有说到一个很重要，就是3月11号我们有身障保龄球大赛，而且已经报名完结了嘛，对不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C 级教练实体教学，我们要请教卫理事长，请问一下那个 C 级教练实体教学，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内容？C 级教练实体教学暨融合社区研习哦，这里是在3月12日起至6月4号组每星期日这里下午2点到4点这里3月26日在那个西定国小活动中心以结合早起会社区民众4月16号在上午9点在将这个冰石湖推展至
信义区朱慧里里民活动中心与社区民众结合宣导，5月28上午9点至下午1点在新美国小户外篮球场办理了身心障碍您有身心障碍证明的家属与陪伴者与社有邀请到社区民众共同参加友谊赛3身心障碍暨全民共荣槌球锦标赛，在7月16号星期日早上6点开始办理方式有孙藏亲族组昌亲亲族组及取得场地冠亚给予奖励，吹球是一种健康又休闲老少咸宜的活动能由喜爱吹球引导家属陪伴者及亲族在旁观摩而进入处比赛和运动吹球是一种脑力激荡性的动力减缓脑部退化而不激烈，欢迎基隆市市民爱好吹球的组队报名参加比赛。谢谢理事长，他真的说的非常的详细，你知道吗？3月26在西定国小，大家可以邀请我们的身障朋友一起出来运动运动。然后在4月16呢，在我们的智慧里明会堂有这一个冰石壶，冰石壶是一个很有趣的运动，它就是用推的把你手上的这个圆饼推到指定的地点，那当然会有分数区域，那也是很好玩的，也欢迎我们的身障朋友一块来加入。那还有5月28在深美国小这一场就很盛大，欢迎大家一起来玩。还有最后一个7月16号的锤球锦标赛，这个是动动脑、动动手、动动身体，让身体越来越健康。谢谢理事长跟我们讲这么多活动，要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那我们要看到啊，国民体育日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基隆临海靠海，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推广水域活动，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基隆市教育处很用心哦，他们办理了非常多的水域活动，跟海洋大学一起来合作，来看看在水域安全嘉年华体验，还有趣味龙舟板竞赛。32校超过500位学生摩拳擦掌挑战趣味龙舟板竞赛，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除了在学习之外，可以参与到很多不同的活动。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然后让船越快。这几年来的向海致敬的政策之下，这个水域安全事件频传，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趣味的方式，让更多的基隆市的这个各级学校的学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基隆市政府为了这个推广水域安全，以及这个就是让小朋友更多元的去体验一些水域活动哈，我们跟海洋大学合办这个2022龙舟板趣味竞赛体验。那除了让小朋友体验水域活动之外，也训练这个团队合作的一个精神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要把龙舟板往前这个滑行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借由这个活动，除了推广水域安全之外，也用趣味的方式来让小朋友学生们来体验这个团队合作。那相信这个活动都非常受到基层老师以及基层学生的欢迎，那未来会继续举办。除了海上紧张刺激的趣味龙舟板竞赛外，岸上还有2座超大型的清水体验池，主办单位宣导救溺5步防溺10招外，还与学生进行互动式的水域安全宣导，让学生在欢乐的情境下认知与完整的学习到开放水域活动时需要注意的安全自救与防溺事项。好玩，下次还要不要再来？要。真的，这位是和我们所有基隆孩子很美好的水上活动的记忆。近年来，市政府推动海域活动是不遗余力哦，从校校体验独木舟改成深深体验独木舟，所以基隆的孩子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海洋之子。透过安全的水上活动来体验我们这个基隆海洋城市，光是去年就成功达到了3000多位学生分批进行的独木舟体验。我们要请教吴科长跟大家分享，水域活动其实很多，今年度的活动有哪些？好的，谢谢主持人。
今年的我们的水艺活动也是相当的多哈。我们去年的这个学生呢，都反映的相当热烈哈，所以在场的学生都纷纷表示哦，对于独木舟运动特别喜爱，同时希望呢能够再次参加哈。有很多学生原本是旱鸭子，第一次觉得海上运动没有那么恐怖啊，所以我们今年呢，我们也结合了海大来办理推一系列的精彩的水艺活动，像是夏天有我们欢乐通舟游，还有水上运动的嘉年华，还有爱运动动无碍，以及亲子龙舟趣味竞赛等活动哦。那水艺体育活动包含了独木舟、站立式船桨、龙舟板以及水中跳船哦。其中除了水域活动体验以外，现场也都有水域安全自救的宣导跟海洋教育哈，让民众戏水的同时，那更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自己以及海洋的生态哦。从事每项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尤其水域活动难免都会让人觉得有点担忧，但是呢，别担心哈，活动现场都会有专业的教练跟救护人员带你来认识海洋运动跟环境的相关知识，而且教导独木舟呢。站立式划桨呢，跟帆船哦不同的技能，那每位参与者哦，都在海洋水域中呢，如何在各种状况下保护自我的安全，进而放心开心的享受每一项的水域运动的体验哈。那我们今年呢，特别开立了亲子龙舟趣味竞赛，当天有从国小到高中学校组的精彩竞赛，还会有身心障碍组以及亲子组的体验赛哈。那周边现场也都会有户外体验池。让民众来游玩，以及水中自救宣导区，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戏水。还有水上欢乐体验区，像是海上的溜滑梯、海上的跳跳床、海上的浮毯以及独木舟的体验，让民众当天能够充分体验水域的活动哦。另外呢，我们每年的重头戏水活动哦，嘉年华，去年没有参加的市民朋友哈，今年可别错过了。以海洋活动、教育跟表演，以及活动现场周围规划的水域相关的专位的摊位，哈，啊，带领民众一起来，活力海洋。那爱运动，动无碍哦，更是身心障碍者水域活动体验。所以呢，我们针对身障者呢，我们也透过丰富的课程讲解，教导救生衣的穿法，以及教育环境安全的教育，让每一位好朋友呢，都能够搭配一位专业的教练。工作人员在旁边协助，依照我们身障的好朋友的身体状况呢，搭配不同的辅具，加强防护安全教育，体验三者都到位，落实亲海教育啊。参加过的好朋友啊，都从陌生害怕到接受，后来都全部下水玩乐了哈，纷纷都喊说明年要再来。今年度再增加了两场亲子趣味运动，让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体验活动的美好。我们其中一场是水域的。水亲子欢乐的接力赛，还有一场呢是路面的路上亲子迷你的马拉松驿程接力赛哦，一起来迎接今年夏天的精彩外婚吧。我们基隆是一座美丽的海洋城市，从海洋出发，以冒险、多元、包容、永续为学习主轴，期望透过各种水域的体验活动，在推动体育计划的同时，也是水域海洋教育的重要时机，让孩子培养勇于冒险尝试的新精神。并且在与自然环境的相处中学会尊重与包容，进而爱护海洋、熟悉海洋、亲近海洋以及享受海洋，让海洋的体验成为专属我们基隆孩子的共同记忆。最后呢，水艺活动需要良好的气候才能让民众安心的游玩，活动日期呢，我们预计在暑假开始办理，所以有兴趣的市民好朋友请马上关注我们基隆市的运动爱台湾计划的粉丝专页，详细的活动就在专页的网页上公布哦。谢谢大家。是，谢谢科长。因为这个活动真的很受欢迎，尤其在暑假的时候，我就记得一开始好像是体育会先接办吧，他就办那个帆船夏令营，然后就是水上活动一些营队，你知道场场爆满，而且非常的热烈。后来呢，我们就慢慢的到我们现在教育处可以看到，生生都来体验，不管是划独木舟，还是玩龙舟板，甚至是海上的跳床，还有最记得就是大家很快速，他们把那个铺在上面，然后用快速。跑过去看谁不会掉到海里面的那一种大竞赛，我觉得那也非常的有趣。那小朋友就从游乐玩乐中可以感受到亲海、近海、爱海这大主轴。那
除了在海上运动外面呢，我们现在其实市民朋友也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市立田径场的重建工程，还有我们的国民体育中心的进度。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吴科来跟大家分享。好的，谢谢，这个大家都会非常关心的哈。那我们田径场的改建工程哦，我们自从我们的谢市长上任以后，也相当的关心哦。所以我们在去年的12月5号呢，我们重新的招标哈。那预计呢，我们这个月可以顺利来开工。那这个工程呢，预计在明年底呢，我们可以完工，然后呢，大概是在后年的6月，我们可以正式来开幕营运哈。那个依照我们的了解哈，我们新成来的厂商呢，他有接过本市很多的工程，所以他履约的经验呢，相当的良好。所以我们交易处呢，会积极督促办理哦，务实如实的完成验收以及取得使用执照。那我们田径场完工以后呢，除了可以容纳3000人的看台座位以外呢，并且我们在司令台的下方哦，有多处的运动空间，还有网球场及欢迎篮球场。另外呢，为了兼顾运动民众停车的需求哦，我们也新建了可容纳200位的汽车的停车格，跟有178辆机车的立体停车场哦。我们相信，在我们市政府团队的努力之下，基隆市将增加一个开放、安全、优质及多元用途的赛事及运动场所，我们殷切期盼。谢谢。是，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关心的这个市立田径场的工程，它已经开始在进行了，预计是明年6月就可以来开幕，我们都非常的期待。那现在剩下最后8分钟，我们要请四位再好好的把今年度的活动呢，来跟大家宣导一下。一样，我们从吴科开始。好，谢谢主持人。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哦，嗯，就是我们有一个外木山的长泳活动。哦，我们常常说哈、哦，人生哦，每一个人生哦，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我想外木山长泳活动可以当作你人生的这个一定要做的一件事。那我们呢，在4月11号到4月20号呢，开放网络报名，只要上网搜寻呢外木山长泳就可以取得这个报名的这个网址。那我们举办的时间是6月11号，好，外木山长泳欢迎大家来参加，谢谢。是，大家记得要报名哦。如果是基隆的话，哎，一定要来体验看看哦。我要请徐爸。好的，我在那边预告一下，我们这个月哈，这个月体会办的社区健走，3月11号是上午8点暖暖区的社区全面健走，地点呢是在我们鸳鸯路277巷的定安公园。那么3月18号是中山区的社区全面健走，也是一样早上8点，那么地点呢是在我们那个协和发电厂的厂内，啊，那厂内它开放给我们使用。另外一个4月8号是在我们那个信义区，那么地点呢是在成功国中集合，也是一样早上8点，然后终点呢是在我们的义正公园。这是我们这前三场的一个社区全民健走。那么接下来我们六月份开始就是我们的重点项目，就是登山跟单车的这个活动哈，我们也是一样会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面哈公告啊，欢迎各位二号运动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参加啊！谢谢。哎，那我请问一下，今年的安乐区、七堵区也会有健走活动吗？安乐区、七堵区，通通都有，只是我们现在时间还没定出来。哦，就是前三场就是我们的暖暖区、中山区，还有我们的信义区，所以欢迎大家在那一天呢，就是3月11、3月18跟4月8号都走出来，大家一起来走一走运动运动。还有一个区，中正区4月15号，4月15号，对，在比萨渔港集合，一样就是跟新住民嘉年华一起，对，哇，那一场也是非常的盛大，欢迎大家都走出来，因为这个都不用报名的，你来呢还可以参加摸彩活动，对不对？还有纪念品可以拿，所以要邀请大家一定要走出来走一走，活络我们的身心。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江主任跟大家，你还有6分钟。好。那我们这边做一个宣导啦。那其实，抱歉，那包含第一个推广女性参与运动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大家可以多参考一下，因为今年比较首创。因为其实过去推广女性运动，我们有游泳课、瑜伽课跟流行舞蹈课，但我们今年把游泳课取消了。那很多人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游泳课会取消？它是室内的。那或许大家都没想，因为我们实际去办了活动之后，才发现其实女性运动里面，我办的游泳课常常每一次课程都会有人缺席，
那对，报名了没有来？也不是报名，就是固定，就是女性每个月固定会有一周，所以这样的游泳课就容易缺席。所以我们今年才做变更的，然后也在既有的经费里面去多开办了高尔夫球课。那我们预计三个地点就在我们的小山高尔夫球练习场。那我们目前也邀请到了女性的高尔夫球的教练。那预计在下周一开始可以线上报名。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民众啊，女性运动，其实虽然我们的活动叫推广女性参与运动，如果妇女或女性来参与，你的先生、你的小孩愿意一起来参与，其实我们也都一并都欢迎，可以一起来。那这个要去上网报名吗？还是我们报名的原则上我们都会公告在基隆市的运动爱台湾粉丝的网页，所以其实也呼吁大家，其实就到基隆市运动爱台湾的粉丝网页，你就点赞加入，然后成为粉丝，其实都可以收到各个协办单位的一个所有的相关的活动的讯息，都会在里面会公告。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任何课程，就到我们的运动爱台湾上面。然后我们再来请我们的魏理事长，理事长，你的那个身心障碍朋友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运动推广协会哈，从3月11号有我们的身障保龄球共融联谊混合赛。还有我们的3月12号到6月4号的 C 级教练实体教学暨结合社区研习，还有7月16号我们的身障暨全民共融锤球锦标赛，都欢迎我们的身障朋友一起走出来动动身体。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四位来宾，带大家来看到基隆市政府真的很用心、很努力在推广这个运动。那鼓励也欢迎大家走出来，好好的来运动，让自己身体更健康。谢谢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Bye.